Hello，Hello。今天的每日活动还没打，想说先打一打再说，先打一打，晚点再来挖石头。哦，还记得你飞翔吗？对不对？小雨安安飞翔安安，空雨安安，凯智安安，恒宇安安。绿奶安安，主要是每天要转一次这个蒸汽机，然后每次转蒸汽机之后，今天的活动任务。调查管理，我看怎么多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用，没用。陈彤彤安安，申良安安。好，我们的集会所还是没有人，对吧？我们的 DC 还没有人，更换装备。其实我没有睡觉啦，我没有睡，想说精神有点好。艾伦安安，我不是艾伦欸，我是繁星欸，还是艾伦有偷偷进来害艾伦这样子吗？那个提拉米苏安安，参加。救难活动有没有猛爆碎龙啊？没有。今天要打什么？碎龙一只，鱼龙种两只，鱼龙种，鱼龙种，鱼龙种。我练大锤好了，哎小，不是啊，我突然忘记你叫什么，叫什么？靠！我忘记你叫什么了。我要叫你艾赫吗？森羊吗？森羊？是吧？安安。好、哦、舒服嘞、啊，白痴啊！对啊，我想要舒服嘞，什么提拉米苏不是你啊？我想说谁？看，惩戒任务，活动。这条鱼不适合捕，确定一号营地。对呀，舒芙蕾啦，叫错了。呀，吃饭。我的队友呢？我想，如果我打完全部的任务，没有人出现的话，我们就麦快。如果打的过程中有人进来的话，我们就继续魔物。我终于慢慢的追上你们的进度，不是啊？我们的进度就已经卡在这边不会动啦、啊。你追上来才，你早晚会追上来，反正你最起码要100等，100等才是开始。只是我们是在100等之后的世界在玩，那、啊、你是还没而已，所以加油吧，少年，赶快跟上来。
骚年加油！我以为你不玩魔物一定玩麦快轮呢，没有啦。哎，要不要玩啊？我今天每日还没有打哎。如果你要忙，你就蛮的啊。我想说，我就是因为每日还今天的每日都还没打，先打。猫之翼不在 DC 吗？我不知道猫之翼在不在啊。他在 DC 很久了哎。哇啦！猫之翼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他靠癫啊，忘记了。因为猫之翼有时候是挂一整天啊。嘿，跳！滚！靠边啊！撞一下！一下！两下！我撞！我再撞！我再撞！一下！没劈到！撞！劈！哇！我撞！哇！我撞！屁！撞！屁！哇！没中，你在打嫖具？我打嫖具没有啊？如果你要打的话，我再去找你啊。如果你要打的话啦。刚过完主线，想问一下，过完主线 M 码就到32等是正常吗？不正常，应该也算正常啦。因为他会锁等级啊。我之前，我的世界好像是 MR， 哦，我主线过 MR 直接42等，因为那时候一直在采集啊，打有的没的小型魔物，有的没的，就在拖，都没打主线。然后打完主线之后，直接快可以49等打下一阶任务。等一下哦。Junwing， 你怎么称呼啊？我最近在狂记那些英文 ID 的人名，我在拼命的记。有人在 DC 等你了，然后黑月啊，可是黑月你要打活动任务吗？啊，黑月。
我刚刚跑去就是看那个麦块的危机，然后好像说什么那个不祥之兆可以叠加，可以叠到五的，然后一次打一打就有村庄英雄五，然后买卖东西都半价，还不错。雨安安，叶子雨安安，早，果然没睡过头。不是，我没有睡哦，我没有睡。不会啊，不会很奇怪啊。不然就是他那个世界跟冰原的经验有调过了，可能就是世界，反正现在世界等级没什么太大重要，现在主要是冰原等级呀。好，来了。晕啦！他就说可以，可以什么忘记了？我刚问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要打什么吗？嗯，为什么不能发射？奇怪。哎，我不能射哎，奇怪，我这石头不能用哦。
问你啊，但是问你啊。哦，打完才能穷哦，北七哦，难怪我刚吃不死。射。要打什么？M 的话想打公主。哦，你声音好小。没事没事，我调大。好。打什么？不是啊，我要先打每日活动。哦，可以啊。什么叫可以啊？你要打还是你打完？每日还没有。开台我就不能乱讲话了。那我离开啊。那我先上去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小林走。家人都不在吗？我就是没看到啊。水龙嗨，来测试什么？测试星星有没有坏掉？因为我最近都听不到你那个台的一些什么。星星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声哎，有时候好像没有出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感觉没出现，可是看聊天室突然就出现星星这样。这样就不能吓你，有时候很小声，真的是不知道要吓什么东西。吓上他小了，你人物打完了没啊？你说每日吗？对啊。打完了。很打。不是啊，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每日任务到底有哪些东西。那你就跟着打是不是？对。杰超跟我说这个要打，这个要打，好进来，然后我就进去了。嗯。等我一下。所以你今天是跟杰超打的哦。刚刚打的。刚你在开麦块的时候，嗯。啊啦，ご機嫌くん。嗯，还差一只睡龙跟两个鱼龙种。我刚刚在打，你怎么没进来？谁？有黑月啊。哦，我说我。刚才不知道。人家刚刚才不知道，所以我觉得每日好像没有很必要打。什么叫没很必要打？必要打哎、欸，拜托。有吗？但是装备我觉得还不错、啊。登录奖励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已经做好万福票的装了。他还有其他东西啊？你不缺的话，那就王凯玉啊。他应该还有其他的吧？闪耀票、万福票，我只有四瓶啊，还有什么加、啊？四瓶的话，万福票很少。啊，还是有啊，有些强迫症会想做，就像我啊。那每天分一分，我也想把它做完，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。就一堆啊，一堆，哎、欸，是 SP 耶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。对啊 ，SP 比较缺、哦。有一个是万福票，三张的。只有一个票，其他全部都是 SP。家具的话好像都是 SP。
边吃我的晚餐边拍。哦，还有猫的衣服啊，猫的衣服六张。对啊，那还是要啊。感谢海豚20颗星星。哪里不去我就自己打。杰伦。不然你跟秀秀去打那个宫廷武器啊？可以啊。那是什么？你跟他打就对了，他可以做很好看的那个武器。啊，实不实用是其次，真的蛮好看的。你的大锤就是变成个很漂亮的斧头。宫廷武器是，我是蛮想全做的。我是全做啊，我是有票可以全做了啦，只是还没。为什么？插牙齒上次就可以做了好吗？这是上次的任务，怎么为什么？那是上次的任务啊。就有进来了。为什么我解不开？啊？他密码多少？什么密码？哪？哎妈，他已经毕业了呢，一定可以打、啊。毕业了，那好。哪一个啊？情书那个、哦？对对。我没办法做那个，不是，我没有办法解那个猫的生物博士最后一个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猫的生物博士。我差最后一项。最后一项是什么？什么生命之水呢？什么生命之水？就是猫的生物博士的最后一项，不是灼炎生命之水吗？嘿嘿嘿嘿嘿。那个要，我没有那个任务。你跟猫婆婆讲过话吗？讲过啊。要死掉啦！布布救我，拍我！臭布布！臭布布！这个需要回家求？这个好像不行，回家。哦，好。对，那是斗技大会才不行。可是你也不能带啊，他不是没有帐篷可以用？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对，贪钱的下场。
在他好痛哦，我的妈！挡挡。T-I-O-N-G 安安，静安安。啊，不谈钱了啦，谈钱就死。哇，这么痛哦！你在睡着？好久了，快走开！你给他生气吗？在飞的时候可以拍它吗？是启程吗？你们都不看左边、右边的提示是不是？是因为我确定他有没有放。啊？因为他骑上去一段时间，然后他要飞走。妹妹，我是想要打他。我要猫的，可以猫走路。生母安安，木瓜安安。Don't.